好，一星期已過，又到咗離地新聞嘅時間啦。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Chris。咁啊，我哋一開始嘅時候五至十分鐘咧，我哋會讀小信啦，咁嘅樣。咁啊，上個禮拜咧，我哋同阿馮玉蘭、同阿 Gloria 同埋阿 Charles 啊 ，LA 嘅 Charles 咧，就做咗個節目啊，講呢個美國民主同人權法案，回應都非常之多嘅。咁啊，我啊抽其中一句嚟講啦，因為其實我哋第二節就討論到一啲用詞嘅問題。咁啊，我哋大家都覺得咧呢個 China。Nazi 呢個詞有問題嘅，咁樣咧就跟住咧有個回應咁講啊，佢話用 Chinese 冇問題，反感嘅人因為唔面對現實，唔敢面對新納粹已經誕生，另一種就係同情中國嘅鬼佬都唔指望呢一類人會幫香港。咁啊嗱，我上星期討論嘅時候，我哋 recap 翻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啲乜嘢咧？我哋其實係。點解我哋嗰陣時話 Chinese 呢個 term 有問題呢？係因呢個問題其實唔係面唔面對現實嘅問題，亦都唔存在對中共表達同情嘅問題，而係嗰個 term 係 offend 咗美國唔少人呢樣嘢本身。尤其係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咧，因為咧嗰個嘅 Chinese 裏面 Nazi 呢個 term， 你知道美國有好多猶太人㗎。咁嗰啲猶太人咧，就硬係覺得，即係你知道佢哋自己身受其害，總係覺得Nazi 對於佢哋嚟講係最終極嘅一個嘅邪惡。所以當你形容某些政權係 Nazi 嘅時候咧，佢哋基本上咧，佢哋只會諗到嘅咧就係毒氣室嚇、納粹黨衛隊。佢唔會 relate 到中國政權同 Nazi。是同一樣嘢嚟嘅，雖然我哋大家都知道佢哋對維吾爾人嘅嗰個嘅迫害，以及對西藏嘅嗰啲嘅迫害，或者甚至而家我哋睇香港都知道，以至佢響好多政治上嘅手段都同納粹黨或者全名叫國家社會主義係好似嘅，即係點講啊？例如強調國家文化過往嘅光榮，你知道啦，納粹強調傳統同埋宣揚呢個古日耳曼神話嘅。另外咧，咁而中共就好強調所謂孔子嘅，成日都即係嗰個中文學院叫孔子學院，你就知道啦嚇。咁啊，周潤發又演過一套叫孔子嘅戲啦，講到佢好似非常之好啊，《Something Like That》咁樣嗰只啦。另外所謂軍事主義啦，用北韓嘅術語咧就叫先軍主義。咁我哋唔使睇咁遠啦，十月一號七十週年閱兵，我哋已經睇到啦。都係咁噶啦，不過今年開始特別盛大同埋高清啊啲畫面。係啊，冇錯啦，咁樣樣嚇。當然再加上呢啲嘅鎮壓，係中國係好似納粹德國。但係當你將中國同納粹德國拉埋一齊，你喺美國嘅時候咧。就有啲人可能會 off 咗，佢哋可能會覺得，咦，有冇咁過分啊？即係咁樣嗰啲咁嘅嘢，於是咧佢哋可能就 off 咗。所以我哋上次講嘅時候，我哋討論嘅問題唔係在於中國似唔似納粹，個問題係你用納粹呢個 term 會唔會有人覺得 off 或者 being offended 嗰樣嘢？即係結果係將溝通嗰、那個係，即使佢講嘅係事實。但他將那個溝通的那個原意是破壞了，這個是我們最concern的東西，即是part of我們上個禮拜我講的東西，你自己覺得怎樣？我個人覺得用Nazi這個字是完全不單止沒有問題，兼且是十分適當的。企那一級，譬如話而家香港即係全球都好多即係所謂嘅黃絲藍絲，或者支持香港抗暴啊呢啲咁嘅demonstration 啊諸如此類，咁我都實地參加過啊，成日咁最終咧就係為你做一個香港人。如果你係男嘅或者係親政府嘅，咁唔需要聽我哋節目都講，我哋講佢哋啲嘢啦，或者陣間深藍嘅意見我陣間會講啦，唔係依家啦。假設你係想同世界唔同國家嘅朋友講述而家香港人面對嘅困境嘅話咧。我相信冇一樣嘢係比依一個 Chinese 個字更加令人哋即刻明白同埋 associate 你想講啲乜，佢未必即刻接受，可能會覺得學你話齋有冇咁誇張啊？到時你就慢慢解釋俾佢聽啦。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外媒嘅話咧，可能依家唔係依家啦，可能到九月中啊嘅時候，有啲外媒都問到，其實喂你哋搞咗咁耐為乜啊？三月幾月嗰啲嗰個 extradition 表唔係一早已經咩 dead 啊？withdraw 啊乜啊乜啦，咁你而家仲做咩啊？咁喺呢個時候咧，你仲解釋俾大家聽，究竟香港人而家想做啲咩啊？冇錯，今年呢個夏天開始嘅大型嘅群眾活動咧，係由呢個所謂嘅 extradition bill 開始嘅。
但係後續嘅咧係越嚟越多，所以 exhibition bill 咧只不過係一個藥引，藥引背後係成個即係都一劑藥咧就執得好重啦，同埋好多種唔同嘅藥方藥材。咁依種藥方藥材加埋咧就係一個納粹黨嘅一個 package， 或者講納粹主義啦，納粹主義嘅一個 package。係。咁呢樣嘢咧就等慢慢解釋，即係等你想你點樣去逐啲解釋俾外國嘅朋友聽啦。係啦，咁啊當然啦，我個感覺啦，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我覺得若果你單純地用 China's 嚟形容中國嘅話咧，我就覺得有啲懶，因為其實無論中共政權幾咁邪惡都好，佢同納粹主義始終都有啲唔同嘅，所以我會比較 prefer 咧就係去詳細解釋。例如中國政權的問題在哪裡，因為我覺得有時用 China's 這個 term 我覺得太過訴諸情感，而我覺得在某程度上與其是用情感來 boost up which is 一種 populism 的手段的話，我就反而會比較 prefer 是用一個比較理性一點的角度，一個理性一點的方式，不代表我幫中共塗脂抹粉，而是中共事實上都已經有很多事實罄竹難書告訴你知道他這個政權有什麼問題。所以我再訴諸情感其實沒有意思的，即等於美蘇冷戰，美國當然是講蘇聯幾咁邪惡心非禮的，然後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例如電影啊、電視啊，或者咩訴諸一種恐懼啊，咁樣除了妖魔化對手之外，你是並不能夠解決到啲咩問題嘅。你要推翻一個邪惡政權，有時我覺得係更加需要的咧，其實係一個理性的探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是遠比純粹情感上將中國和納粹主義撈埋單純地撈埋一齊嚟講係有效好多。當然，我仍然強調一樣嘢，中國而家實行嘅其實係一種極有納粹主義 in some sense， 即係訴諸國家情感，然後正當化自己對少數族裔的那種迫害，這種其實也是納粹主義的一種精髓之一，但我不需要用到 China's 這個 term，我只需要帶出這個訊息其實已經很足夠了。我又不是太同意，第一我不認為 China's 是一個情緒的用詞，第一 Nas 是一個都幾學術的用詞，在世界在西方文明社會，尤其是二次大戰之後呢，有很多的研究，那什麼叫 NAS， 什麼叫不是 NAS， 它內容是什麼呢，其實很多真的學校有教的，它本身不是一個萬能 key， 不是什麼外國勢力啊，我是擔心它真的是萬能 key 的，而這個問題就是我不同意 NAS 是一個萬能 key， 在中國人的社會，你說某個人挟洋自重啦，勾結外國勢力啦，乜呢啲係萬能 key 嚟嘅，或者港獨，你翻屋企唔肯食飯，你阿媽都可以質問你，你係咪想離家出走啊？嗱，呢啲係萬能 key 嚟嘅，就阿媽喺任何情況之下，你真係容許我試正啲講句，你去洗手間屙屎唔出，你都仲可以賴喺個馬桶嘅錯，唔係一個外國人嘅發明，所以你可以話你屙屎唔出都係。我成日都話我屙屎唔出都係我個細嘅錯嚟嘅。嗱呢啲咧係萬能 key 嚟嘅 ，NAS 唔係一個萬能 key。咩叫 NAS？ 咩叫唔係？咩叫 NAS？NAS 喺個世界上面點解會發生對當代整個世界文明有啲咩威脅？有曬都幾詳細嘅清楚詳細科學嘅學術性嘅定義或者。學中共所講嘅所謂嘅定性，所以我一啲都唔同意啦。成一個訴諸情感，你至多可以話有少少 generalisation， 但我個人覺得以我哋經歷嘅香港嘅經驗嚟講，都全拉士到冇十成都有七八成都冇就嘅冇屈佢嘅。其中有一樣嘢好重要，好重要嘅咧，點解全拉士呢個字係最近先見到咧？唔好忘記，其實2008年之前咧。中華人民共產黨就算怎樣咩違反人權啊乜啊乜都好啦，都係喺自己國家裏邊，喺香港亦都十分之克制。但係自2008年、2012年之後咧，
開始到咩啊？一帶一路啦，所謂嘅孔子學院啦，對外擴張佢啲軟硬兼施嘅。因為北京奧運啊嘛，吸歐 party 啊嘛。就以前咧就話，哎，你喺國土裏邊，你哋自己中國人嘅事，你哋人民內部嘅矛盾自己搞掂佢啦。總之西方國家又好，遊客又好，我哋嚟到啊，故宮博物館幾靚喎，長城幾靚喎，嚟做下生意啊幾好啊，設個廠啊，大家有錢賺，好 happy 嘅。冇事冇干嘅，咁但係依家傳嗰時咧，係對世界文明唔係淨係一個半個國家嘅經濟利益啊、國防啊各方面有威脅，係整個世界文明嘅秩序係有威脅嘅。依個已經唔係淨係話中國同美國兩個黑社會大佬喺度咖啡，已經唔係咁簡單啦。咁所以我覺得用傳嗰時去形容一個現象係非常之貼切同埋十分之容易，等人哋一聽即係哇！原來呢啲已經唔係淨你哋中國人嘅事咯喎！以前三十年前你都仲可以話你喺國家裏邊親手毀滅你自己嘅下一代，咁你哋下一代有啲即刻一個斷層係你哋自己嘅事，但係依家唔係喎。咁所以我會十分之強調呢個傳達時嘅同以前我哋點樣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同埋點樣將佢定性嗰個分別係好大。係啦，咁我哋都讀得差唔多啦。咁我哋喺呢個時候，我哋其實都順住落啦，好冇？我哋其實都講開中共啦。咁我哋又由香港開始講起咧。咁其實十月一號國慶日嗰日咧，其實香港都發生咗，即係嗰個嘅示威都去到一個新嘅 level 啦。咁就有名警察就用真槍實彈係打傷咗一個中五學生啦。好似穩定係咪？而家佢暫時情況以我留意嘅傳媒嘅報導咧，就係本來係危殆，而家轉為穩定，咁就爭少少再打痛心臟㗎啦。係啦，咁其實都幾擦槍走火㗎啦，即係幾乎死人咁滯。但係我諗更重要嘅問題就係話嗰個即係嗰個嘅暴力，其實警察暴力已經去到一個升咗級嘅地步，即係以前都在尚且話用胡椒噴霧啊、棍啊，至多都係踢兩下當你一個 object 咁樣啦。係啦。黃色的 object， 當然亦都有一啲傳聞啦嚇，就係話喺深谷嶺裏邊性虐待啊、凌辱啊各方面都有啦。咁呢啲係真係聽落去令人哋好唔舒服嘅，不過都係傳言，亦都有我聽過，亦都有人出嚟話見證咁乜啦嘛。咁當然佢冇人會承認呢啲嘢嘅，係啦係啦。不過今次開實彈攞人命嘅咧，印象中係第一次。我想其實無論 OK 去到10月1號，現在那個的暴力已經升級到現在這個情況的時候，我想其實當然有不少藍絲就可能會將這個的過錯歸咎於那些示威者啦，用棍啦。New York Times 很好的，紐約時報呢，他特地做了一個的片段，詳細分析用幾個不同的片段呢，就詳細分析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今早放了上我們的 page 了，就有見到是用錘仔啊、用這個鐵通啊之類打警察啊之類這些東西。但是 我覺得於是藍絲就可能會覺得就是說啊，這些示威者很暴力啊，對警察很不尊重啊 something like that 那些東西。但是我感覺是什麼呢？其實在當中我們先撇開個前因後果先，只是講回這一刻這一時這一刻這個 situation， 我覺得我想 make 一個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無論你講緊示威者的暴力去到一個什麼的地步，警察和示威者的裝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不平衡的情況上面。至少我們沒有見過示威者有槍，是不是？ OK？ 所以警察開槍是無論怎都不能夠 justify 的了。國際慣例是講到明，警察若果開真槍實彈之前，第一件事他是真的在生命危險，是面對生命危險，開槍的那個警察沒有這個生命危險。第二，他開槍之前是一定要作出警告，當然更加不用說的就是他不會對著人的心口開槍啦。這件事是，即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不平衡的，一個裝備上一個不平衡的情況，再加上
國際慣例上其實亦都唔見得佢做得好正確。當然更加唔使講，就係之後中槍嘅示威者成三分幾鐘都冇人理佢啦。Well, China is different, you know。你唔可以用國際慣例去話俾中國人聽，中國人應該點做噶嘛？中國人有自己嘅一套，要最緊要嘅思想同外國係唔同噶嘛。咁外國嗰啲所謂嘅外國標準係第三世界嘅，係過時嘅，係不人道嘅，係雙重標準嘅。中國呢個先至係公開公。哦，即殺過把人冇乜所謂㗎，係咪咁嘅意思咧？我而家都話多藍絲上身啦，咁樣嗱，即其實係嗰個唔平衡嘅狀況之下，即使唔講前因後果，淨係講嗰個事件本身，而我哋大家都知道，事實上示威者去到呢一種暴力，我哋其實都應該明白係因為長期政府製造出嚟嘅一個即係。沒有真真正正去嘗試真的跟示威者溝通，即沒有真真正正嘗試去這樣做，所以他們其實是已經林鄭月娥在新醫館有跟人溝通的，他任你說的揀曬人呢，但係個問題係人哋係真係抽籤嘅，係抽籤。仲有嗱喺邊啲人中間抽籤先？係咪嗰700万人度抽籤先？抑或係嗰啲本身講到明我是藍絲，跟住再抽籤咧？嗱，我自己即係片面咁樣睇咧，我嘅理解當時即係有人事後就做過一啲數據嘅拼購出嚟啦。就是當晚表達意見的人咧，黃藍那個比例咧，就同你一般市面上黃藍嗰個比例是差唔多嘅。咁即係話咧，你可以咁樣講，佢喺抽樣嗰度就並冇做手腳。咁只不過咧，其實以我嘅理解咧，林鄭都預咗係同你對話，不過唔跟招，唔諗住對話，所以都做好過。嗱，但對話同對話都有好多唔同形式㗎。我聽完你講嘢，我真係回應你都係一種對話。你聽我聽你講完之後，我自己繼續自説自話，都係一種對話，俾人睇落似對話，係咪先？但問題就係嗰啲算唔算做對話先？算，對男生嚟講，佢會覺得哎呀，以前港督啊都冇咁樣同人對話啦，高高在上啦，你差館你會俾人打。嗱，你試下林鄭真係落區同人握手咧，以前啊彭定康啊、魏奕迅啊、麥理浩嗰啲成日都做噶嘛，去公共屋邨噶嘛，同人好打曬膊頭咁樣噶嘛，又食蛋撻咁心一拉得噶嘛。你試下林鄭真係咁樣去做啊嗱。咁佢可能即係我諗佢依家喺天衣無縫的安排之下，都會安全無事，兼且會有啲人嗱，前提就係天衣無縫的安排啦。咁呢個咧，所以我正話點解長時係一個完全冇誇張、完全百分百準確的形容詞，就咁解啦。嚇嚇，我冇屈任何人家嚇。咁當然我都明白，當年納粹黨都係民選出嚟嘅，1933年嘅時候，但係響下低佢做咗幾多手腳呢個另一個 issue 啦。OK， 咁當然啦，香港就係一個嘅逆境象啦。中國嘅另一個景象喎，北京啊當然大肆慶祝啦。你知逢五都會嚟一次大閱兵嘅，咁我唔知你有冇睇閱兵啦，我就冇。看過一下啦，其實即係網上面，就算其實依家咧，就算你唔睇新聞咧，你網上面啊 WhatsApp 其實都好多嘢睇，當然會有啲偏頗，你要自己識得雷啊成啊咁啦。喂，閱兵都可以偏頗嘅咩？我知道閱兵係唔可以偏頗，但係即係你背後嘅 interpretation 咧，睇你睇到啲咩嘢咯。但係我諗其實我諗我哋大家都知道㗎啦，老實講句其實我諗我哋加拿大都有國慶啦。加拿大國慶很多時候頂曬籠都是差佬出嚟操兩嘢嘅啫，咁大部分時間都係開演唱會啊，大家喺度唱歌啊，即係啲加拿大嘅歌手唱歌啊，甚至係我哋好少可閱兵閱到咁大規模嘅嚇。咁法國係眾多民主國家入面極少數嘅例外啦，真係會同你閱兵啦。OK， 咁但係好多民主國家好少話會閱兵嘅喎，即係我哋大家會諗到閱兵嘅，除咗中國大陸之外。70周年之外，俄羅斯啦，北韓啦，北韓仲好似閱兵閱到好似日常生活咁噶嘛，好日常噶嘛，呢個閱兵係即係。你正話講到前一時咧，撳翻你正話嗰啲筆記咧，其中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強調國家文化過往嘅光榮。納粹咧就宣揚以前嘅野蠻神話啦，中共咧就所謂嘅孔子學院啦，搞呢個
世界性的體育盛會做到即係啲，即係中國點睇嗱？中國點睇孔子同孔子實際上係乜嘢人咧？當然啦，孔子咁就係可以係兩個完全唔同嘅 issue 嚟嘅。更何況嚇、啊、中國七十年代都試過批評孔子嘅 ，OK 批林批孔啊嘛。總之佢成日都會話自己以前好多優良傳統啊，國家比佢強大乜啊乜啦。其實心裏邊嗰句咧就好簡單嘅啫，其實。我本來就應該咁強大嘅啦，有乜理由依家俾啲咁美國佬話就應該話事高於我啊嘛？即係心底裏邊佢未講到出路，其實都講到出頭嘅啦。意思就係咁樣。其實咧，另外我諗起另外一個偉大嘅文明國家就係、是、伊朗啦。OK， 其實伊朗咧就大家都可能喺報紙上面都略略聽過一個國家，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一個我又不可以完全用 Nazi 形容他，不過他的宗教高的意味就比較強，宗教強人兼且是極權啊各方面撈埋一齊咧，就是另一種我又不可以完全做個納粹嘅，至少他唔冇好似二次大戰嘅時候的德國咁樣去主動去征服世界不同國家。雖然他在中東裏邊係有很多嘅仗打，但係其實中東很多國家都打仗，所以我不可以用 Nazi 形容為形容一個國家。不過咧，佢我唔記得嗰時七十年代定六十年代啦，我都唔係太記得啦。試過有一個總統咧，就在職，就想邀請孟邦劉朝就去到一個古舊，都係伊朗嚟嘅，其實係伊朗嘅1971年啊，就係一個地方，呢、這個叫 Persepolis， 我唔知有冇讀錯啦，波斯巴利。嚇、啊、就係、是、一個古首都，咁以前咧就好多神殿乜啦乜啦，後來南洋來佢就沙洲土靚啊乜啦乜，就喺嗰度支付好多唔同國家，即係話俾人聽，我依個係一個偉大嘅古文明，我依家咧就會喺我手上咧，依一個古文明將會 make Iran great again， 即係咁樣嘅。嗰陣時都仲係 Persia 嘅 in some sense， 即係嗰陣時即係伊朗皇室嘅年代咧 ，actually 就係、是。我唔係太記得啊，總之係嚇我記得啊，因為我深刻，當然啲名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基本上就係伊朗國王特登 call 一個五日四夜嘅 party。係啦，仲要咧就由法國揾嗰啲叫咩啊米芝蓮級嘅廚師嚟，就同佢哋即係夜夜笙歌啊，日日有嘢食咁樣嗰只。咁其實當時甚至係一個大嘅 event， 係好似唔知深烤直播 something like that 嘅，但係結果咧，佢想用呢一個嘅 event 咧，呢個事件咧就嚟 promote 呢個伊朗嘅光榮。即係古文明呢個光榮，同埋今日亦都同呢個古文明係可以並駕齊驅嘅。但係結果就係因為太過奢侈啦，呢個成為咗咧後嚟1979年咧就係伊朗嗰個伊斯蘭革命，即係霍梅尼嗰個革命嘅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嚇。即係因為我唔能夠接受，其實你哋奢侈成咁，但係其實伊朗國內。又係貧富懸殊等等各方面嘅問題完全解決唔到，甚至反而就係以一種獨裁嘅形式嘅監控民眾啊咁樣之類。咁話唔定佢哋啲民眾好支持，即係雖然嗰樣嘢，即係雖然其實就同父子咁嚇，雖然就同中共嗰種用閱兵儀式嚟表達就係完全唔同嘅一種形式啦，但係其實嗰個本質其實都好相似嘅。其實 Make China Great Again，Make Iran Great Again。係啦，咁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咁我又好難中意三個國家 associate 嘅，某個程度上係有少少共通嘅地方，就係而家呢個都係一種強人，知唔知？但係唔係個個強人都係納粹主義嘅。咁當然，美國同伊朗同中國當然唔能夠相提並論啦。無論Donald Trump 的心底入面幾想做強人都好，美國在政體上都仍然是互相牽制的，冇錯，佢都唔能夠過，佢若果做的嘢係唔啱嘅話，佢都過唔到國會過關。呢個係美國相對於中國同埋伊朗嚟講，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一個嘅情況，一個唔同嘅 nature， 一種嘅太一種嘅形式，我就會咁樣形容嘅，就係人事同制度相配合。係啦，有陣時一個成功嘅地方咧，就係人事同制度咧，唔好話我意思唔係三權合作嗰啲啊嚇，而係相輔相成，係互相監察，但係亦都互相輔助，喺一個健康嘅社會係應該三權互相監察，但係亦都互相擔當自己的角色嘅，一個內耗的地方咧就係三權就
內耗啦，咁就即係整個社會嘅文明或者嘅社會嘅運作唔到啦。咁但係其實你正話提過 Trump， 咁其實喺美國嘅社會始終都係人事同制度，大家你喺個社會裏邊，大家明白呢個制度係點樣 run 嘅，各司其職就唔會要求一隻筷子做一個羹嘅角色啦。譬如話。是可以咁講嘅，可以咁講嘅嚇。咁我哋呢度呢一節我哋都講得咁上下啦。其實既然中共嚇、建立咗呢個70年咁耐，咁又有呢個大閱兵式啊，打香港嘅搞到咁啊。其實我哋想進一步討論嘅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中共政權嘅出現係一個偶發性嘅一個事件啦，亦或其實係一個一個自然的現象呢，在中國的歷史上面。我覺得應該要討論這個問題，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覺得當我們來到這個時間的時候，我想我們其實是需要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如果不是的話，我們經常都說要推翻中共政權，我們經常說要趕走中共對香港的influence，但其實若果我們不搞清楚這個政權出現的那個 nature 的話，我們推翻這個政權的結果只不過是會建立另一個新的政權，是跟它一模一樣。我都說我們是藍絲節目來的是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我覺得是需要探討的，尤其在這個中共建政70周年的這個時刻，當然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已經過了三天了，我們10月3日播出的，其實也是讓我們受一個國家統治會議受一個國家影響的，即使我們海外的華人都是時候要反省一下，究竟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究竟是不是每一個人心裏面或者自己 都有份，是的，即如我們自己在加拿大我們已經有一個投票權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是我哋會唔會係因為呢個 nature 仍然係令到我哋睇唔到，唔能夠好好咁去實行我哋嘅民主權利咧？即使我哋喺加拿大，我哋有投票權嘅喎，啱啱收到呢一個投票卡啦 ，by the way， 係啦，即係咁嘅樣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喺下一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大家一齊再傾過。